Hello， 大家好。之前我们的 RG Cube 一经推出，饱受好评。当然呢，也有一些玩家喜欢 Linux 系统更纯粹的游玩复古游戏。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新机 RG Cube XX。下面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这款高性价比的方屏掌机吧。拆开包装，里面有 RG Cube XX 以及一本说明书，小盒子里装着一条数据线。本次的配色有极简风格的白色、典雅的黑色、经典的灰色，共三款配色。RG Cube XX 是重新开模的，机身长度 15.7 厘米，宽度 8.9 厘米，机身位置后 1.79 厘米。机器正面，十字键放在了上方，而摇杆放在下方。在游玩复古游戏的场景下，十字键的操控体验更好。RG Cube XX 搭载全智 H704 和 A53 处理器，可以运行 PSP 及以下30多个模拟器游戏。机器采用一块 3.95 英寸的 IPS 全贴合屏幕，分辨率720×720，1:1的比例对各模拟器的兼容性非常友好。像竖板街机 NDS、Pico 8、GBA、FC、GB、GBC 等众多模拟器都有很不错的体验。圆盘是十字键 ,ABXY 都是采用导电硅胶按键，力度恰好，软硬适中。对称式摇杆布局，并且配有1600万色 RGB 氛围灯效，支持自行调节模式，颜色、亮度、速度十分炫酷。M 菜单键 Select Start 则是微动按键，并且都是做了下沉防误触设计的。除此之外，面板上还有电源指示灯。机身顶部 L1、R1、L2、R2 也是导电胶设计，按键表面有纹理设计，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中间从左到右分别有电源键、音量加减按键、Type-C 充电口、重启键、HDMI 接口。机身左右两侧均无任何按键，尽显机器的优雅流线造型。底部两侧有两个扬声器开口，中间有 3.5 毫米耳机接口，以及两个 TF 卡插槽。背面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宽大的握把，在手指部位处也采用了纹理设计，可以提供更好的抓握力量，也起到防滑的效果。舒适度极佳，拿在手上久玩不累。RG Cube XX 是采用3800毫安时的电池，实测续航可达 6.5 小时左右。开机后，本次的 UI 让我眼前一亮，整个界面一目了然。系统是最新的64位系统，功能丰富，简单易用。游戏厅进入后是模拟器列表，这套 UI 的模拟器列表采用线稿图标设计，简洁耐看。模拟器列表里分别有各平台的游戏，在游戏厅进入的游戏是由独立模拟器运行。按 M 一键呼出菜单，支持读档、存档、调节游戏画质、背光亮度等功能，显示直观，非常实用，更适合新手小白玩家。RA 游戏也就是全能模拟器，进入后新 UI 的模拟器排布图标更美观了。整机支持 PORTS 移植游戏 PSP、N64、SS、NDS、DOS、DC、PS1 等30多种模拟器游戏。在 RA 游戏进入的游戏是由全能模拟器运行，它可以实现的功能更多，也可以使用金手指、加速等功能，但界面没有游戏厅的简单直观，更适合进阶玩家及资深玩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在游玩绝大部分模拟器游戏时，机器都是适配好遮罩的，给大家带来更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应用中心里面有音乐播放器，可以自行下载自己爱听的音乐到 TF 卡内播放。还有视频播放器，以及电子书。文件管理器，方便快速粘贴、复制、删除 TF 卡内的文件。专家模式，可以方便玩家自行添加模拟器。值得一提的是，应用中心的 Apps 里还有 Willy Willy 在线播放功能。
在连接 WiFi 的情况下，可以看直播、刷视频、看电影、追剧等等，娱乐体验拉满。除此之外 ，Apps 里还有非常多实用的功能，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不论是游戏厅还是 RA 游戏，在游戏列表按 Start， 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游戏收藏，方便快速找到。历史记录了历史玩过的游戏。搜索功能非常实用，在该界面输入游戏名称的首字母，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玩的游戏。并且在左上角会显示对应游戏所属的平台，以及是由独立模拟器运行，还是带 RA 字样的全能模拟器运行。设置里面可以调节机器的各项功能、参数，系统信息里可以查看系统版本号、磁盘使用情况、电池电压等参数。氛围灯设置，这里可以选择打开或是关闭遥感氛围灯。我们预设了多种模式，可以自行选择，常亮模式，可以调节亮度、颜色。呼吸模式分别有快速、中速、慢速三种模式。模拟器幻彩可以跟随模拟器界面变动颜色。双摇杆追光模式。单色彩虹。多色彩虹。都是可以自行调节亮度、颜色、速度的。网络设置里面有蓝牙设置，支持连接多个蓝牙手柄。这里给大家演示如何连接我们的 RGP01 手柄。连接成功。WiFi 设置、在线播放、串流以及联机对打需要用到。还有串流设置，可以实现掌上游玩 3A 大作。图标设置可以选择风格一、风格二，更改机器的 UI。背景设置可以更改机器的壁纸。这次的 RG Cube XX 的系统在简单易用的基础上更加的美观，功能丰富，即使是小白玩家也可轻松驾驭，简简单单快乐游戏。 RG Cube XX 搭载 5G WiFi 模块，我们可以通过 Moonlight 串流 PC 实现掌上游玩 3A 大作，也可以通过 WiFi 联机实现面对面多人互娱。 Mini HDMI 输出口可以投屏电视、显示器等设备，机器内置蓝牙 4.2 模块，支持连接多个蓝牙手柄，变身家用主机模式。下面进入游戏演示环节。
2G Cube XX 定位高性价比方屏复古掌机，外形设计优雅，按键布局合理，握持手感舒适，希望能获得大家的青睐，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期待我们下次再见。